9785只羊，9786只羊，9787只羊。啊，怎么满脑子都是神话那个家伙？都怪那个臭神话，害我失眠了一整晚。要不是靠他才能拿到神龙，我一定一定什么？哎，一定和他情定三生，双宿双栖，做一对神仙眷侣吗？这家伙怎么总是在身后突然出现啊？早安，叶姑娘。不对，我们都要成亲了，还是叫你婉婉比较合适。婉婉，婉婉，婉婉。说话就说话，别靠这么近。哼，你爱叫什么随你便，记住我们只是假成亲，少自作多。你怎么了？没发热，怎么脸这么红？该不会是想我想成相思病吧？相思，你个锤子！我只是没睡好而已。那我让最好的大夫给你把脉，保证药到病除。不用了，你们这个时代的大夫能力还不及我的1/10呢。你很闲吗？老是跟着我干嘛？好好好，我不跟着你了。我今天要进宫向父皇和母妃请安。就不能陪你了。谁要你陪我啊？你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啊。当然不会，那你六王府等我回来啊。知道了知道了。不过相处下来，他和古籍记载的完全不一样啊。你愿意陪我拿神楼，我真的很感谢你。奇怪了，飞船的信号时有时无。原来飞船在那边，啊，不知道有没有摔坏。叶主子，奴婢林兰见过叶主子。啊，王爷吩咐以后就由奴婢侍奉叶主子。哦，是吗？不过以后别叫我主子，我不爱听，叫我婉婉姐就行。奴婢不敢，我老家没有主子奴婢之分。你要是再自称奴婢，我就生气了。是奴婢啊，是，我知道了。以后也要拜托林兰多多关照了。哪里哪里。林兰，你陪我一起走走吧。没问题，婉婉姐。姬小姐驾到。姬小姐是谁？姬小姐是右丞相的独女，才貌双绝，深受先皇后恩宠，自幼倾慕六殿下。姬小姐这时候过来，恐怕来者不善。看来昨晚的事已经传开了，恐怕麻烦也会越来越多。不就见一面而已吗？用不着特意换一身衣服吧。回叶主子，我也吩咐过，以后叶主子就是我们当家主母，面见客人前一定要更换宽袖锦衣。行行行，我懂。你这双狗眼也配直视姬小姐？好啊，给我拖出去，把眼挖了。纪小姐饶命啊，小人无意冒犯，求求纪小姐放过小人啊。这也太过分了吧，不把别人当人看。最讨厌这种仗势欺人的绿茶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林兰，六王府的人怠慢客人，该当何罪？该由当家处置。好，带他下去听候发落。是，当家。他们说的那个叶婉婉就是你，果然跟他很像。唉，这年头要当个称职的王府女当家可真难呐。你说对吗，姬小姐？你是谁呀？见到姬大小姐还不跪下行礼？行，想必这就是幻哥哥藏在王府的美人了。若英见过姐姐。哼，想给我下马威？你叫姬若英是吧？看我怎么反杀你。啊，姬小姐是在跟我说话吗？你好大的气派啊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敢这样子跟我家小姐说话？我有问你吗？
你家小姐是个哑巴还是个聋子呀？非得找人替她说话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哎，你们姬家的下人都是这么狗仗人势的吗？看来姬家的家规也不咋地嘛。梦儿，不得无礼。是，我想叶姑娘应该知道我是谁了吧？洛英今天到访，只想和姐姐谈谈心而已。是个狠角色，就看看你有多少能耐。谈心就不必了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，有屁快放吧。叶姐姐果然快言快语，我和幻哥哥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，门当户对。待我机里一到，我爹会请皇上赐婚。在此之前，我想请叶姑娘离开六王府，远离六殿下，免得外人说三道四。你倒是爽快，不拐弯抹角的。不过我还要借助沈焕去拿到神龙呢。看来姬小姐误会了，我没想过跟你抢。不过因为一些特殊原因，我必须暂时和沈焕在一起。时间一到，我自然会离开的。喏，这里是五万两的银票，够叶姑娘一辈子衣食无忧。我给你钱，你给我滚，离开我的幻哥哥。这就是传说中给你五百万离开我儿子的剧情吗？哎呀，要不是有拿到神龙，我还真有点心动啊。哼，我对钱没兴趣，反倒是你用钱收买我的行为，让我更不想离开沈焕了。既然你都叫他当沈焕哥哥了，要不你也叫我一声嫂嫂吧。哼，别给脸不要脸，不离开焕哥哥，我绝不让你好过。我穿越了浩瀚宇宙星海，才来到你身边，触碰着你的视线。也许梦想跨越遥远的时间空间，早已将我们的命运相连。那个时候继续好，让我来不及思考，突然的脸红心跳，谁的怀抱总是在吵吵闹闹，这是恋爱的味道，甩不掉，整颗心被占据掉，梦想只做遥遥，总无法被打倒，遇上我的步调，所有烦恼统统甩掉。我穿越了浩瀚宇宙星海，才来到你身边，触碰着你的视线。也许红线跨越遥远的时间空间，早已将我们的命运相连。也曾想过逃离你的身边，才发现一视线之间缠绕的红线。你不见那万星一走看繁星满天，愿自间许下了不变的誓言。